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尽快讲。我本来以为要删掉你的，好，因为本来比较生性害羞，所以趁着这个时候，希望大家给一点支持跟鼓励。那个，我跟你们粉丝哦，刚刚有咳嗽的可以看医生哦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I Will Come to You》。应该跟我一样年轻的人都有听过一个团叫 Hanson， 有听过吗？韩氏兄弟。好，你比我还老、哦，没有听过的。他是回应那个跟你不一样年纪，跟我一样年纪的就有听过了。Hanson， 好，大家都没有听过。OK， 韩氏兄弟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《呜巴巴巴滴噜巴 ，Give it up 吧》。谢谢啊、哦，这 Hanson 没有。我当时没听过吗？是没有听过。好、哦，我有那么年轻哦。可能你们断层，就大家都跟我们都不一样年纪。OK， 哦，了不起哦，你们哦。不承认。好，韩氏兄弟就是一个，他是一个团，然后是三兄弟的，最小的弟弟是鼓手，然后二哥是吉他手兼主唱，然后大哥是电吉他手兼主唱。然后他们三个人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出道，而当时就很红。那我选他们专辑里面一首歌叫 I Will Come To You， 是因为爱卿要我唱一首歌是唱给我们小孩子听的。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就在讲到，不论任何时刻如果你需要我的话，我都会去那边帮你，我会去那里支持你，然后看到什么时候就没有了。就你有需要任何帮忙的时刻，我都会来去帮你。这首歌叫《I Will Come to You》，是一个团叫 Hanson 还是四兄弟啊？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。他明明就也很红，他装不认识，真的是大家。We all need somebody we can turn to. Hey, yeah.
他听得懂英文，他听得懂美语，原来是阿美族的，yeah。